大家好，今天去菜市场买了一把芹菜，花了3块钱。芹菜也是非常的新鲜，芹菜中含有膳食纤维和多种营养物质。常吃芹菜有利于健脾胃、助消化、降压利尿的功效。今天就用这把刚买的新鲜芹菜为大家分享一道美食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把买回来的芹菜清洗干净，再把每一根上面的芹菜叶子摘下来，摘下来的芹菜叶子也不要丢掉哦。我们可以把它做成其他的美食，比如拌面蒸着吃。芹菜叶子全部摘下来之后，我们再把大点的芹菜从中间给它分开，小一点的都不需要分开了，然后再把它切成长点的段儿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往里面放入食用盐少许，入一下底味，再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用油。放入食用油可以锁住芹菜中的水分，同时也能保持颜色翠绿。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，接下来锅中加水烧开，篦子放进来，把芹菜倒进来蒸一下，这样在锅里面蒸一下，使芹菜的口感吃起来比较脆，营养一点也不流失。盖上盖子蒸上2分钟。接下来准备一块瘦肉，把它切成片，再改刀切成肉丝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，往里面放入食用盐少许，入一下底味，再放入适量的老抽上色，生抽增香，再往里面放入适量的玉米淀粉，用筷子充分的把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放一旁备用。再准备点小料，葱切马蹄，姜切成片，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洗干净的红椒，对半切开，用一半就可以了。把它切成长条，切好之后和葱姜放在一起，放一旁备用。时间到了，关火，打开看一下，哇，芹菜的颜色翠绿翠绿的。我们现在把它盛出来，另起锅放入食用油，油烧热，把我们切好的肉倒进来，来翻炒几下。再把葱姜放进来，翻炒均匀。这时候把芹菜倒进来，开始来调一下味儿，放适量的食用盐，适量的蚝油，再来点一品鲜酱油，翻炒均匀。把红椒放进来，再充分的翻炒几下。在出锅之前，放入适量的鸡精，再放点小磨香油，翻炒均匀。哇，好香啊，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。好了，可以出锅了，盛入盘中。好了，一道非常好吃又营养的肉丝炒芹菜就做好了。我先来尝一下，哇，芹菜爽脆可口，里面的肉丝吃起来也比较鲜嫩，芹菜和肉丝吃起来一点也不塞牙，鲜香味美，做法也是超级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动手试一下哦。好了，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如果对你有所帮助就帮忙点赞转发试试吧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点击我头像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视频哦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。